我的保养还蛮紧速的，对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之前会常长痘痘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皮肤可能就是它是有一点混搭的，那我现在就是会比较多敷脸，对。因为我之前就会怕它可能就是会太油腻然后才会长痘痘，可是现在我就觉得哎，其实皮肤一定是要好好的保养，然后我觉得用产品也很重要，就是要符合自己的皮肤的肤质，对。那每天就是很简单的，然后卸干净就是妆的部分，因为常常会工作，然后敷脸，就平常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些保养嘛，对对对，是。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就是因为它很像就是一只小鱼一样，对。那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视的部分，女生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就是比较法令纹。然后还有眼角这鱼尾，对对，鱼尾的部分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它还蛮滋润的，然后你就是慢慢推，可能不能一次用太猛，对，或者是会可能有点太过度，对，可能就是一定的量，然后就是把它按下去。好，是的，其实我们可以听到透过法令纹这样子，然后我再擦就是那个 moisturizer 上去，对，这样子我觉得就可以出门，对。然后你可以在上妆前呢，然后它不会就是好像很油腻，对对对，它其实还蛮清爽的。然后其实你看起来就是它刚刚擦完的那个感觉就马上就亮起来，对。而且它是有一个紧实的状况，其实你睡一晚，今天因为我昨天就是擦的时候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，好像就是还蛮亮的，而且起来的时候就是皮肤还是有那个效果在上面，就是你洗完脸你就会感觉就是脸好像就是有多一点弹性。听起来画面哦，其实呢刚刚有提到，其实我们的深层抚纹柔焦笔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，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抚平细纹、法令纹啊，或是刚刚提到像是唇纹或是鱼尾纹，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好，我们请 Vivi 稍微看一下左手边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也会邀请大家一起移驾到我们诚品信义店的 B1， 一起来进行我们阿哈巴的开幕剪彩仪式。在这之前呢，我要。